原标题：史上八大统帅将领排名，韩信垫底，白起不是第一。过去并没上榜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将，他们战功赫赫，青史留名，能够成为名将的基本都是用兵如神之人。那么中国历史上统帅将领到底谁才是最厉害的呢？第八名，韩信。韩信是汉朝开国功臣，历史上杰出的统帅将领，打败了项羽，为刘邦奠定了汉朝的基业。尤其是他背水一战，用3万人击败赵国20万大军，堪称历史上的军事奇迹。第七名，李世民。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，不过大唐江山基本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。他带领手下一批将领南征北战，扫平了各方的威胁势力，成为大唐的政治开创者。尤其是在虎牢关一战，击败窦建德的10万大军。第六名，卫青。卫青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，主要是抵御匈奴。卫青一生没有败绩，他跟匈奴作战7战7捷，战功赫赫。他还有个外甥霍去病，统一是西汉名将。不过霍去病的本事基本都是卫青教的，所以霍去病不嫩上榜。第五名，曹操。曹操原本是东汉一校尉，后来到三国时期天下大乱，曹操趁机崛起，先后灭吕布、平袁术、败袁绍、征乌桓、击退刘备、马超、刘表等。曹操一生征战，基本的战役都是自己亲自指挥，最终他统一了北方。第四名，李靖。李靖在历史上知名度并不太高，因为他虽初唐名将，但却没被写入《隋唐演义》中。小说的传播速度比正史更快，但李靖战功赫赫，而且军事才能突出，多次打败突厥，比卫青、霍去病击退匈奴更强。第三名，刘秀。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，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，被称为最能打仗的儿皇帝。王莽乱政之后，全靠刘秀衰兵平定，可见刘秀的军事统领才能不输于任何将领。后来他还称帝了。第二名，白起。白起是秦庄襄王时期的战将，因为太喜欢杀人，所以被称为人屠。白起一生从未有过败绩，后来他成为秦国将领的代表，可惜被范雎害死了。单以军事才能而论，白起可以排在第二名。第一名，本朝太祖毛爷爷。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没有毛爷爷开疆拓土，哪有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实至名归无争议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